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谢谢谢谢非常舞蹈团漂亮的姑娘们，也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非常六加一的互动渠道呢一直被大家开通，如果大家有什么梦想想法或者愿望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全国的手机用户呢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10669999081。就像我经常说的一样，既然有梦想干嘛你不来。好，再次欢迎现场朋友的光临，欢迎你们。那要感谢所有支持和关注尤其发来短信的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要随机挑选出10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我要跟他进行电话互动。来，电脑储备准备，走。好，这10位朋友呢，首先感谢你们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啊，稍后呢我要打电话过去给你们啊。但是游戏规则呢你们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呢电话接通之后无响，您要不接听，或者是您的设置彩铃在我们规定时间内您要不接听的话，你就和幸运擦肩而过了，幸运将回到我们现场朋友的头上。来，连线。第一通信息是来自吉林，手机尾号是8613，他与爱人长期在外工作，与孩子团圆时间很少，所以他小孩一直梦想有一部掌上游戏机。计时已经开始了。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你好，哎呀，真的，云哥。哎呀。那还能有假呀？你姓啥呀？我姓盛。好，盛杰，你很幸运啊。十颗金蛋序号1到10号，你优先选择，你是第一位，来选择一颗。5号。五号。好，盛杰，恭喜你5号，但砸开之后是金花四溅，没有问题的。掌上游戏机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爱，以后多多跟孩子在一起啊！别关机挂线了，再见。再见。第二通信息来自辽宁，手机尾号5838。他和他老婆结婚9年了，他老婆说呀，你给李勇发个信息就能得到太阳能热水器。要不然的话，啊妈！估计啊，这讯息已经发了有一阵子了，这两个人现在什么状况，怎么很难讲？加油！好，来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称呼。谢谢。我是北京企业管理学院的，我叫赵雪诗。叫小赵。嗯。小赵，来选择一颗金蛋，哪个号码？告诉我。选择7号。7号，来，在我这边，这个吧，你来砸。谢谢你，小赵，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应该给小赵一些热烈的掌声，特别的感谢你，你帮我们排除了一颗空蛋。连线。好，第三通讯息呢是来自广东，手机尾号0492，他希望有台笔记本电脑能够在网络上找销路。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吗？啊，你好。你好，你好，是在广东对吧？嗯。你们那有什么好特产呀？希望在网络上要找销路。桃子啊，梨子嘛，都有的。桃子、梨、桃梨、桃梨，怎么称呼？姓刘的。十颗金蛋序号1到10号，你任意选择一颗，金花自荐笔记本电脑。2号。是2号对吗？是啊。好，2号。恭喜你，2号蛋砸开之后呢，是一
三七八没有问题。笔记本电脑呢有非常六加一送给你，希望你在电脑上通过网络呢把你的特产能推销出去，日子越过越好。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那时间关系挂线了，再见。联系信息来自四川手机尾号1518，他儿子在香港求学，两年没见到，很想念，砸出一张成都飞香港的机票。加油！就是您。咱向大家介绍怎么称呼啊？我叫张阿姨。选择一个号码，几号告诉我们？六号。来，恭喜你，来手机一款送给你。哎，联系。信息来自江苏，手机尾号是8824。喂，你好，这个短信是您发的还是您的孩子？我女儿发的。哦，您女儿发，您女儿是10岁对不对？对对对。怎么称呼？我姓龙，龙小叶。哦，蒙女士哈，蒙女士孩子很懂事哈。那现在来10颗金蛋，序号1到10号，蒙女士您来选择一下哪个号码？如果金花四件，冰箱一台。四吧。4号。啊。好，蒙女士，恭喜，4号袋砸开之后是一滩金花，没有问题啊。电冰箱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们啊，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学习，但是冰淇淋不要吃太多了哈，我们会随时跟你们保持电话联系的哈。时间关系，挂线了，再见。联系。讯息来自安徽，手机尾号3972。他也姓李，想要一部有蓝牙耳机的手机，还得翻盖。小妹。三峡。干！就是你。面向大家做一下介绍，怎么称呼？大家好，我来自黑龙江，我叫温磊，谢谢。好，小温。小温现在还有5颗蛋，1、3、8、9、10，任意选择一颗，告诉我们号码。我选9号。来。好，小温，恭喜，手机一款送给你。恭喜你，谢谢。联系。信息来自江西，手机尾号5049。他是一名保险人员，希望拥有一部电动车。喂。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吗？你好，你好，你好，我叫李明芳。啊，李女士，哈哈，我是。现在还有4颗金蛋，1号、3号、8号、10号，您任选一颗，如果金花四件，电动车。我选3号。嗯。李女士，麻烦问您一件事，您遇到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这个经常会犹豫来犹豫去的选择呀？不会不会，我得选3号。选3号，是我刚才砸了3号了，但是特别抱歉的是3号是一颗空蛋。没有是吧？没有，不过不要紧了，这只是一个电话互动游戏哈，不会耽误你的工作。要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那有机会我们再电话互动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挂线了，祝工作顺利，再见。再见。联系。信息来自上海，手机尾号8915，送一台数码相机。喂。哎，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你好。你好，是在上海对不对？对。哎，怎么称呼呢？我姓柳。刘女士，现在还剩下3颗金蛋，1号蛋、8号蛋、10号蛋，3选1，来任意选择一个，金花四件，数码相机。那我就选8号吧。8号。
好，刘女士，恭喜八号蛋砸开之后是金花，没有问题呢。数码照相机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那时间关系，我们挂线了，再见。好的，谢谢。客气，来，再见。信息来自贵州，手机尾号0082，全自动洗衣机送给他老婆。喂，你好。哎，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客气，怎么称呼？我姓朱，祝福的祝福的祝，祝福的祝。哎，对。哦，祝先生是在贵州是不对？哎，贵州贵州。你老婆每天给他们洗衣服很辛苦是吧？对。你就不负，你就不去搭把手帮帮他的忙吗？我没有时间嘛。你还忙什么呢？你一天。我。那孩子好像是你老婆一个人呢。哦，老婆很辛苦嘛。啊，老婆很辛苦，所以呢也全自动洗衣机，让老婆不要太辛苦是吧？哎，谢谢。好，朱先生，这样很有意思啊，一颗是一号，一颗是十号，二选一，金花自荐全自动洗衣机，你来你选一下吧。那就选十号嘛。好，朱先生，恭喜，十号蛋砸开之后是一坛金花啊。那没有问题，全自动洗衣机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老婆哈。那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希望你老婆不要太劳累，希望你多帮帮你老婆啊。再见。好，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山东手机尾号6787，会要有一个 GPS 导航仪。喂，你好。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啊，李勇，你好，你好。你好，是在山东对吧？啊，对，是啊。请问怎么称呼呢？啊，我名字姓李。啊，李哦，李女士，李女士现在开车呢，是需要一台 GPS 导航仪，对不对？啊，对对对。那目前为止呢，您是第十位来选择金蛋的，那只剩下最后一颗了，那就是一号。啊。一号，来看看一号在里面内容。好，一号蛋砸开是一餐金花，没有问题啊。GPS 导航仪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您，我们会随时跟您保持电话联系的。开车注意安全，那时间关系，挂线再见。啊，谢谢。好，那我们电话互动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有梦想、想法和愿望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全国的手机用户呢，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说不定呢我们就能帮到你的忙。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今天登上非常六加一梦想舞台的呢，依然会有一号、二号、三号的主人公，他们会是谁？那他们的工作、性格，包括呢，他们带给我们什么样精彩、好看的才艺？好，我们慢慢来了解一下啊。那我们先请出的是今天的一号主人公，来，我们掌声请出胡永霞。可以看得出来，胡永霞呢是来自湖北宜昌的一个土家族姑娘，对，土家族的。
个子不是很高，但是嗓门很高啊。那是我们土家族的三妹子，特别嗓音特别大。对，天生天生嗓门大。对，而且在我们那里，勇哥你知道吗？在我们那唱山歌不叫唱，叫甩山歌。因为在我们那生活在大山里面，群山环绕，然后山高坡陡，就是对歌的距离比较远嘛，所以必须大声的喊出去，所以形成的习惯我们叫甩山歌。对，声音一定要高，要有穿透力才可以。对，就刚刚我唱的那首也是甩山歌，就是因为要对到山对面去嘛，就所以有山的回音，一定要大声的甩出去，然后那个回音再过来，就有那种穿透力。我们中央电视台呢是在北京市复兴路11号，出了西门呢就是这个西三环。你现在给我们甩上两句高音，让那西三环那边人都听得见。啊，甩山歌的话，那在我们那有一个典型的黄四姐，本来是男女对唱的，那今天我就来一个反串，边唱男的边唱女的，这边是男的，这边是女的，那不是不是不是，你们这边是男的。这边是男的，这边是女的啊。对啊，那你就是这边女的这边男的吧。好，好，好，啊，火狼我把骨咬黑，是你我把手招哎，要买丝线绣火包龙，你要的个东西嘛，我是有到了。要的个东西嘛，我只有到了。黄啊四姐儿哎，你恨啥子儿嘛？我给你送一根丝帕子儿嘛。我要你根丝帕子儿干啥子儿嘛？戴在门头上啊，行路又好看呐、啊。坐的有人瞧谁，我的个脚脚。现场我看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平时都喜欢 K 歌吧，啊，来跟他跟那个胡永霞来飙一下高音。你平时跟朋友一起去歌房唱歌，有没有去啊？有没有唱过高比较高音的歌？也有吧。你唱谁的歌唱的高音呢？那么高？信乐团。信啊。嗯。啊，那你这样。我来个命题啊，就那个山路十八弯啊，就最后那段就阿姨呀呀呀呀，对对对，就那是那个，对对对，好的好的，你先来，我先来啊，你先来，好的，你看看啊，我跟你讲，不高的话受罚的啊，高过他的啊。呀拉嗦！哎呀，你压什么拉嗦啊？你人家说上他唱的什么？那就是青藏高。我的命题是山路十八弯。你跟着人家那个来。来不了，他来小伙子，你帮他把字儿拿来。给，站着。我跟你讲，你在上面就我掐你去吗？耶耶耶！你看高多了吧？这还是轻的啊！来，接着来唱完整了。耶耶耶耶！我刚才是真掐他，不。你坦白讲，很抱歉哈，我掐你只是为了帮助你能进步啊。谢谢。哎，你坦率讲，是不是受了这样的掐的那疼的刺激，是不是声音会高一点？不会的，但是跟他比起来好像差多了。差多了哈，人家是
天天在甩歌啊，那叫唱歌的哈。是是是。好，谢谢你，谢谢你啊，挨两顿掐哈。郭雨霞现在做什么工作呢？你觉得我这样一个算妹子的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啊？你们猜猜胡永霞做什么工作？大家猜一下。啊？民歌手。哎，那个说绣花的有点像，有点绣花的有点接近。其实这胡永霞现在做的活啊，干的工作啊，特洋。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The name is Morning Market in the Song Dynasty. Also, the title's name is very famous. His name is 张泽庄。胡永霞是一个地道的山妹子，可每天的工作都是和老外打交道。因为家乡湖北宜昌是三峡大坝的所在地，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胡永霞工作的地方就是向这些客人推介中国丝绸艺术品，介绍中国的丝绸传统文化。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眼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在外国朋友们眼中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而且觉得这样一个蚕茧能够吐出那么长的蚕丝，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通过这样一个丝的过程呢，能够做出这样一幅精美的作品，会感觉到特别的了不起。这份丝绸解说员兼丝绸销售工作，不但要有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还需要每天牢记这方面的知识。因为我们工作每天是和老外打交道，所以各国的汇率我们都必须非常的清楚，而且每天都展示在告示栏上，所以每天汇率像美元、欧元都是一个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把它牢记，这样才行。胡永霞的同事都是同龄的清一色女孩子，大家在一起就像回到大学时代，每天都快乐充实。而对于胡永霞来说，开心的事情不仅如此。我的工作是整天和老外打交道，我感到特别的高兴，因为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他们，我心里特别的开心。胡永霞现在用外语英语啊，在做这个丝绸的讲解和推销工作，对，把中国的丝绸介绍给这些外国朋友。嗯，那你不光要讲解，而且还要推销。那我们通常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一般都会砍价。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是老外他们也砍价吗？砍，而且各国的砍价方式都不一样。你怎么说的？比如说像德国的话，他喜欢打折啊，买一件东西哈，比如说一个丝绸的画，我很喜欢啊，那你给我一个合理的价格吧。那我说你如果喜欢的话，给你个70%吧。OK， 他70%，好的，我买下了。像美国的话，他喜欢抹零头，比如说啊，1800块钱的话啊，他给你800块钱去掉1000块钱，怎么样啊？就这样啊。然后印度人是到我们店子来最热闹的啊，全部跑到我们的丝绸那个围巾里面去，然后群体大团购，然后家庭总动员，结果然后像我们觉得我们这是批发市场一样，我给你买了那么多东西，全部50%以下，就这样砍掉。要个均价。对对对，是的。其实这么多的外国朋友，他们有什么忌讳没有？忌讳也有。像德国人的话，他们对13这个数字就很敏感，像我们的画上那个价格是标价13有关的，他都不看。画再好看，他只要看到这个数字，他也不看。10013也不看，13有数字。你说把13拿掉，10万好不好？那他可能还稍微瞄一眼。哎，这德国人哈，这德国人哈。对对。还有去看。英国人的话就讨厌孔雀，不喜欢孔雀啊，会觉得孔雀是一种自我炫耀的不良习惯，觉得。不行。还有什么国家啊？法国人不喜欢我们在后面叽叽喳喳给他们一大堆的讲解，他们喜欢自己在前面自我欣赏。哦，这点跟我一样。是吗？那在你们那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纯手工的这个丝绸的那种，对，全部纯手工制作的，我看着很有很多画啊，这个哈。那哪个卖的是最好的？《清明上河图》。哦，《清明》那是我们中国最有特色的一幅。很漂亮，而且今天我在现场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幅图画哟。这都是哦，这都是绣上去的。来，我们跟前点来。勇哥，你看的是最清楚的，这全部是用纯手工制作的。这是《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局部。对，特别是7米长的这幅画卷，当他们打开拉开一看整个画面的时候，他们。
惊叹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真的了不起。然后七米多长的画需要一年的时间完成，而且这样一幅作品也需要四个月的时间完成，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很了不起。勇哥你喜欢吗？我非常喜欢，非常的精细。观众你们喜欢吗？因为这次来北京嘛，从宜昌老远过来，所以只带了这样一幅精美的作品，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我也很感动。那勇哥你觉得怎么办呢？这么多人喜欢，我又送给谁好了？要不这样嘛，要不这样，我们来个现场拍卖，如果谁出的价格更高的话，我就把这幅画给谁，好不好？今天我非常的感动，能够这幅画呢能够来到咱们今天非常非常六加一的现场，特别是啊，最最重要的是啊，咱们勇哥亲自用手摸过，对不对？大家都看到了是吧？大家都看到了不止一次是吧？我只是验证了一下啊。所以我今天提出的底价是2000，现在开始拍卖。1900。1000吗？800。500。500。还200，1200。190。越拍越低了呀！你们捣乱呢，你们！我觉得干脆收起来吧，要不然的话呢，得给你倒找钱了。那好吧，我得赶紧收起来。然后，正合我意哈。除了工作之余啊，他业余生活呢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哎，我们大家呢来了解一下。哎，小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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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之后，胡永霞和同事们喊着口号要去做什么呢？原来姐妹们一起来到江边公园摆起地摊卖许愿灯。别看地摊小，还是按照公司进行建制的。他是我们董事长，他老大，然后我们的财务在那儿，他是管账的。什么原因是胡女侠和同事们摆起了地摊呢？下班之后，然后充实一下，让自己生活更精彩一些。反正我们现在还年轻嘛，可以趁着年轻多准打拼一下事业，先做一下基础。这白天赚外国人的钱，晚上赚中国人的钱，这生意算是做到家了。这天晚上他们赚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胡永霞的人气可赚了不少。江边游玩的群众听说自己的老乡胡永霞即将要登上非常六加一的舞台，都高兴地围了上来，而且一致要求先睹为快，听听家乡山妹子的歌声。这里山路是大弯，这里有山路有六环。热情的观众不但一起合唱起来，最后还给胡永霞放了一个许愿灯。这个愿许得够霸道的。前串的天天就念的生意经，吴大侠，对，是谁给你起这名？这是我的网名，因为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侠女，有大侠风范。老实讲啊，这个做这个丝绸的这个讲解员啊，包括推销员和这些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朋友打交道，你内心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因为我的工作是整天和老外打交道嘛，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觉得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所以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觉得也是一个大大的梦想吧，希望我的歌声能够有一天也像中国的丝绸一样推介给世界，把我们山歌甩山歌的甩到世界各地。那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呢，胡永霞呢能够自己呢把自己能够豁那个甩出去哈、啊，早日甩出国门哈、啊。这话说的惦记，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邀请你步入梦想之门。那胡永霞，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祝你好。谢谢勇哥。Thank you.
阳那个金山来嘛，挂在哟橘树上啊，月亮那个金城来嘛，写在哟屋顶上啊。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友。马上呢，我们将看到的是今天的二号主人公，来，掌声请出今天的二号主人公曾志强。现在又天有点凉哈，这个为了治感冒哈，我们现场可以跟曾志强一起来嘚瑟嘚瑟，对，跳了。同步大家也考量一下哈，曾志强是干什么工作？您，您，来，别看这个健美操啊，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简单一点的髋部动作，三、二。左右前左后右前左后连起来，对，小环小环，对，注意肩膀，注意啊，肩膀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肩膀不能动啊，对，肩膀控制好。我们可以反方向来，左前右后，左前右后，左前右，加快，左前右后，左前右后，连起来，动，连起来，肩膀不能动，肩膀不能动哈，连起来，找环，坚持，坚持，对，还不错。啊，下面要不要加一点难度啊，勇哥？别加难度了，我觉得可以了。这个刚才你光顾着教了啊，你有没有注意观察他们四个人？你觉得哪位做的相对来讲比较到位？我觉得吧，这位，哎，这位，我觉得他还行。
他们两个人呢，恐怕是因为条件的问题。这个条件，条件，他，那你没屁股也不行啊。他瘦，这个有没有屁股无所谓，只要有宽就行。他基本上看不出来有宽，有吗？他有，这个看不出来，真有啊。我觉得你腰是不是不好？是不是出点汗啊？其实这个如果有大运动量练习的话呢，出汗，而且能够防止感冒。对对，这个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最好方法。好，谢谢你们，谢谢。好，谢谢谢谢。刚才曾志贤啊，在带领这四位朋友呢做这个健身操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啊，你们来猜一猜曾志强是做什么工作的？大家猜一猜，做什么？什么教练？健美操教练，是吧？没有什么疑问了吗？没有了啊。好，那曾志强呢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小朋友，二号选手曾志强是甘肃白银市毛布拉村一位乡村教师，2008年大学本科毕业，回到自己的家乡小学当起体育老师。曾老师来到之后，校园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同学们第一次跳起了健美操。到农村小学做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同学就平时在课间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活动，除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些什么丢沙包或者是打卡片之类的东西，基本上现在没有什么活动了。能够给他们教健美操，就是希望他们的课余生活能够丰富起来。以前你们知道过这个健美操吗？不知道。那你们喜欢这健美操吗？喜欢。仅仅教会孩子们还不够，曾志强还想把全校的老师也都教会。说做就做，午休的时候，曾志强把老师们一个一个喊了出来，校长也不能放过。这位即将退休的贝老师也被曾志强给强拉了过来。二，对，反方向是一样的。开始上课了，曾志强同样拿出对待学生的认真劲儿。练习一段时间后，曾志强还一组一组亲自盯着进行纠正。看看这位跳的，怎么看怎么不像健美操呢？跳成什么？跳成迪斯科了，这健美操。